油价的部分，因为上礼拜一国际油价突然重挫，杜拜和布伦特原油每桶跌幅都超过$3，因此中油公司宣布，明天凌晨开始，国内汽柴油每公升调降一角。调整之后的油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$32.8，95千汽油每公升$34.3，98每公升$36.3，超级柴油每公升$31.6。